老公电话吗？是。喂，你老公在徐家路那边摔倒了，你赶紧过来。对，就是来路这边，你别废话了，赶紧过来，赶紧过来。来，大姐，先把你扶起来。瞎呀？你怎么回事？人不是我撞的，你不信你问你老公。我也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是个女司机。女司机听到没有？这就你一个女司机。不是你撞的，是谁撞的？又没有人给你证明，这里又没有摄像头。我今天必须把你带开锁。刚才是一辆咖啡色的奥迪撞的，我都录下来了，不信你们看。就是这个车。对不起啊，大妹子，是我误会。时间了，用啥都不管用，那有啥办法呀？大妹子呀，你这种情况啊，是你牙膏没有弄对。我们家呀，正好生产了一个牙膏，正是你的，效果可好了。老公，你赶紧去车上拿。好，来。大妹子，你看咱们家这个牙膏，李博士牙膏，是华强的，两色的。这个蓝色呢，是清新口气、去口臭、除异味的。粉色的它是洁白牙齿，去除烟渍、茶渍、咖啡渍，效果特别好。我看你啊，不光有口气，牙还有点黄呢。你这种情况呀，就两只对到一起共存着就行了。给，你去试试吧。口气了，这个牙膏呀效果特别好，你坚持使用效果更佳，不光是口气舒畅，今天呀给牙还摆了一圈呢，为了表示